歡迎嚟到交涉現場 plasticphoto.hk。 最近咧東京奧運啊，咁有好多精彩嘅瞬間俾攝影師們 capture 咗。係啦，由於防疫嘅關係咧，攝影師都會少咗出現喺場上面嘅，係嘛？亦都有啲攝影師嘅相機俾中國運動員整爛咗、坐爛咗。喂，嗰部咩機嚟㗎？嗰部係 Canon 嚟嘅，應該 Canon 係啊，白鏡白鏡，哦哦，係咪嗰啲 R 嗰啲啊？係咯，哇！啲咁脆嘅點解？唔係，其實真係我唔知點解，我覺得好似容易爛咗咁多嘅新嗰啲鏡。唔係，即係係咪脆過蛋卷咯？以前邊度你最多粒嘅啫，係咪？係，即係以前啲散開真係好似好少見喎，咁樣散開好神奇啊！仲要見到啲電視，仲要唔係美國運動員嗰啲 size 撞埋去嘅喎。唔係中國運動員都唔少嘢，大佬冇美國運動員嗰個 size 嗰啲大車爭好遠㗎，嗰啲重好多㗎，嗰啲唔知使唔使賠咧？我應該唔使賠啩。喂，嗰張相。嗰、那個新聞價值或者個廣告價值已經可以回得翻啦，係嘛？即係話點啊？你買我哋機會好易爛㗎。唔係佢話我賠翻俾你咁樣咯，即係免費賠償咁啊。CPS 係啦，冇錯。咁可能咁樣就會喂正喎，咁樣我又爛咗 OK 喎，下次。講開啦，咁其實咧運動員撞爛嗰部 Canon 啦，係。咁其實撞爛 Canon 機率係的確高嘅，因為嗰度 Canon 多啊嘛。喂，你又啱喎！你咁樣包，咁樣俾包底嘅，咁梗係啦，我哋呢啲好識做啊嘛。唔係咁認真嘅，咁多年嚟 ，Canon 都係多過呢Nikon好多嘅。其實咁多年嚟咧，係指電子。電子 AF 開始咧 ，EOS 係啦，白鏡嘅出現啦，應該話係就係、是、先至開始多嘅，嗯，即係但係都咁多年啦，但係咁多年啦，即係大戶嚟喎，真係係啊！但係今年好似有一啲照片啦，好似呢張啦，咁就呢個係郭恆純啦，嚇、啊，台灣嘅中華台北嘅運動員係 OK 係啦，係啦，咁就。咁就喂好精彩喎張相，呢、啊這個舉重幾感動啊！睇到呢個畫面，佢咪輸咗？佢贏咗，贏咗我。Okay、你咁樣笑嘅，笑嘅係嘛？笑緊啊！係啦，冇錯，我叫佢瞓低喎，唔係輸咩咁樣？我直接啫，但係個笑容嚟嘅。係啊，但係真係都幾感人喎、啊！即係我覺得呢個攝影師要攞獎喎、啊，但係再研究一下啦。咁因為我都好奇佢點影嘅咧，係咪可以 set 支啊無人機咁樣 set 架無人機喺上面影咧？即係據我所知，這個報道所講咧，就係2012年咧，倫敦奧運開始已經可以將啲相機周圍吊啊咁樣，因為嗰陣時都可以遙控相機遙控 program 啦，成個系統啦都完善噶啦。咁上薄線又好，無線又好咧，都可以容易啲睇住畫面嚟 capture 嘅。但係好似話12年嘅時候咧，技術都係未係非常成熟。窒機係咪會？係啊，會窒機啊，始終未鋪華為嗰啲5G 啊。係，唔係咁遙控技術呢樣嘢就唔係新事物，只不過由12年開始，可能個畫面上面可能已經接受到可以隨時望住畫面嚟 capture。咁但係以前我認識嘅年代啦，可能或者你講嘅 NBA 或者足球啦，咁佢哋有個技術係咩咧？係都是用一部相機，但是用一個閃燈發射，你用過一些 Pocket Vista 那些啦，是控制另一部相機。但是你看不到畫面的嘛。看不到畫面的，但因為是之前可能會互相 set， 因為那些成本很高的，可以很多部機的嘛。那他都某些地方預早 set 好了，即甚至乎現在都是預早 set 好了部機的嘛，對著某一個畫面去對好了焦啦，跟住假設去到這個位置，我們一起按掣，那我用這部相機控制那部相機一起去拍攝。嗰、那個位咁咪可以有閃燈，又可以綁埋閃燈，又 capture 到咯。咁 NBA 嗰啲都係咁影啦。係，但係因為嗰樣嘢咧，同個攝影師嘅關係啊，係即係你唔係睇住個畫面去決定嗰瞬間啊、嗯，你係靠估啊嘛。即係某程度上，靠嗱你咁啊差啲啊！即係構圖上係靠估嘅，構圖上靠估嘅，咁但係靠經驗對居多嘅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而家係其實而家我都唔知叫唔叫攝影啦。一定係攝影。係，但係而家冇咗以前嗰種控制機械嘅感覺，完全。但係講講今次嘅技術其實係點樣啦、嗯？其實咧就係喺場館嘅天花板上面咧裝咗好多路軌同埋好多相機。係，咁嗰啲相機咧其實就係大家平時都會見到嘅 1DX Mark， 呢部 Mark Two 嚟㗎 ，Mark Two 添啊 ，Mark Two 嚟㗎，係 1DX Mark Two， 咁啊再加埋一啲好普通嘅鏡頭啊，72-2.8，係啊，啊 IS, 第二代添，仲要係，係啊，即係普通到唔普通，大家可能都有嘅器材，係，咁啊掛曬上個天花板嗰度，係啊，再加埋一個5G 嘅技術，5G 嘅技術，係啊，日本我應該以我所知啊，日本真係 number one 㗎咯，啲無線啊網絡嗰啲嘢，咁所以
佢話好似喺幾公里之外咧，係個攝影師就喺度推 panel， 係飲住咖啡，捽住啊，影要配合另一樣嘢嘅，就係可能個鏡頭嘅 pan 嘅一個摩打組件啦 ，pan tilt 啦 ，pan tilt， 跟住 zoom 啦 ，zoom out， 跟住撳掣 pin screen， 係啦。喺 pin screen 啦，原來，喂，嗰度都有粒掣 pin screen 掣喎，咁啊 keyboard 上邊，咁都叫攝影嘅話，咁我哋平時玩 GTA 都可以 pin screen 噶。喂，咁 GTA 你唔好講笑啊，有啲人直播喺 GTA 上面直播添㗎。點樣直播咧？就有個歌手咁樣開演唱會啦，自己 set 個台咁樣啦，啲日啲觀眾咧可以化身一個人入去現場，哦，即係 GTA 入邊去一個地方，啊，類似咁樣，哦，都得㗎。動物求生會嗰啲係啦，都係嗰啲，咁嗰啲直播得㗎啦。真係世界變咯，變曬啦！你當你去到 Matrix， 你咁諗覺得哦，全部上曬網絡，其實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就冇乜㗎啦。你咪起碼少咗病菌，因為你再加上今次東京奧運係咁嚴重喎，咁嚴峻嘅考驗啊，對大家，咁人與人之間個距離都要遠翻少少，咁所以呢，這個行到五G技術啦，再去咁遠去飲住咖啡嚟嘅，你估佢想佢唔想現場睇咩？唔係咁容易限制人數噶嘛，所以其實真係好困難，今次真係科技嚴峻嘅考驗嚟嘅呢個。都係啊。而且我哋都好開心啊！香港隊都有人攞金牌，有人攞銀牌，我哋都好恭喜佢哋啊！係啊，好開心！今次奧運我哋投入得嚟，好開心啊！係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大家每一朝早都起身好早咁睇電視。係啊，我要改名啦，叫加朗啊！以後我叫加朗。你都玩過㗎，我記得你都有玩過嗰啲啊！我都有打過意大利㗎，不過係好多年前啦。哦，係咩？唔好講。我哋加翻啲相俾大家睇下先。冇啦，冇啦。都是用 Canon 型的是的，哦，你真的都是用 Canon 型的，哦，那你真的是 Canon， 咦，不是，哦，你现在没有初心了，我初心，这个初恋来的嘛，啊，是的，这个初恋，这个初恋，是的，这个扮初，这个是，做了人夫之后呢，再见回个似初恋的，是，应该是这样，okay。